Hello, Amigo，欢迎大家翻返嚟我 Tom Lee YouTube 嘅 channel。今日我为大家讲解一下喺 Windows 7同埋 Windows 10里面咧，我哋点样可以用汉语拼音，亦即系普通话拼音嘅输入法啦，去输入一啲中文嘅。如果你系香港人，讲嘅系广东话啦，又学紧呢一个普通话，即系学紧呢个汉语嘅话咧，这个教学嘅 video 咧，正正系适合你噶。Windows 7里面，如果我哋想去输入呢啲中文字嘅话，我哋会发觉有啲咩问题呢？我哋会见到一个英文嘅 keyboard， 即係我哋平时用嘅一个英文 keyboard 啦。你就会諗，我哋喺英文 keyboard 里面，我哋点样可以入到中文字啦？咁如果大家都系中国人，或者你系外国人学緊呢一个普通话，咁学緊写中文字，你都知道中文字呢同西方嘅文字最大嘅唔同系咩呢？就系、是、中国嘅文字，即系亚洲嘅文字呢，就会系象形文字啦，就唔好似英文咁拼音，咁由晒啲字母 ABCDE， 咁我哋可以打到英文，可以打到呢一个西班牙文、德文都系 ABCDE， 即系用嗰啲字母去拼嘅。但系东方嘅文字就唔系用字母去拼嘅。就会是用这个象形文字，好像我们中文字或者日文字都是用象形文字。那我们怎么可以在 keyboard 里面去入到呢？这个问题呢就不单止是大家会问的。其实呢这个问题呢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有电脑的时候，应该几十年前开始有电脑的时候呢，很多的电脑学者，尤其是我们是在中国的电脑学者或者香港的电脑学者，就会发觉我要入中文那怎么算呢？就发明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去给我们入中文的。呢方法包括以下呢几种方法嘅，咁当然啦，我都识到一两种嘅方法啦，就我识唔晒嘅。咁未开始之前，大家亦都提醒大家啦，如果大家有兴趣上我个 YouTube 嘅 channel 睇晒我其他嘅 video 嘅话咧，大家就可以上呢一个 YouTube channel。呢个 YouTube channel 大家就可以睇到我全部嘅所有嘅 video 喺晒呢一度呢个位置噶啦。嗱，我哋开始睇睇中文嘅电脑学者去点样去帮我哋解决输入中文嘅问题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咧，过往咧就有好多人发明唔同嘅方法啦。咁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我哋香港人用得最多嘅方法，就系仓颉输入法。我亦都有喺唔同嘅 YouTube channel 里边咧系教大家仓颉输入法嘅。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注音输入法。注音输入法咧就用台湾嘅国语拼音。咁个国语拼音呢就当然係用啲国音嘅符号，就好似呢啲咁样国音嘅符号，所以係国音嘅符号呢就係 bo, po, mo, fo, de, ten, le, le。咁一阵间我亦都会提及呢个国音嘅符号，虽然今日我教大家嘅係拼音输入法，即係普通话嘅拼音输入法。第三呢就係普通话嘅拼音输入法啦，亦即係我哋所讲嘅汉语拼音啦。咁汉语拼音其实係由国音嗰度呢係演变而嚟嘅。不过因为国音咧就要嘅系呢啲符号啦，咁呢啲符号好多时我哋现代嘅人，尤其是香港人咧，就好少学呢啲国音嘅拼音符号，所以我哋咧就惯咗学英文啦，咁我哋就会学 B P M F 代表 bo po mo fo 嘅。不过呢个 idea 其实我唔系好认同嘅，因为我哋始终系中国嘅文字，中国嘅文化，冇理由我系用西方嘅文字去配合翻我哋，咁所以。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话呢，我们学 BPMF 代表 波波摩科 呢不是不得。不过呢就记住呢，我们仍然要学返国音，等我们没有忘记本身我们中国的音标其实是这个，而不是我下低这个。这个是后期在中国里面，就是中国内地里面呢去演进出来的一个拼音。咁佢就用咗英文嘅符号去融入我们中文里面，作为一个拼音等大家容易去记嘅啫。咁第四种方法呢就係代码输入法啦。咁代码输入法亦都係用啲象形文字，用啲 coding 啦，即係记某一个 number 系某一个字，譬如个大字系 AB345, 咁我举例嘅啫。咁 AB345 就係个大字，咁 AB567 就可能代表个五字，如此类推。咁亦都系好难记嘅，我哋要记曲，好似记啲电报码咁样嘅。咁呢个就係代码输入法，咁亦都用象形文字。咁同埋其他好多好多唔同嘅输入法嘅。咁但今日呢，我哋最主要呢係讲其中一个输入法呢，就係拼音输入法嘅方法。当我哋学拼音输入法嘅时候呢，我哋首先呢就要有几个嘅所谓嘅 prerequisite 嘅。prerequisite 即係预先嘅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呢就係希望大家呢係有对拼音有基本嘅认识。起码你係一个中国人。
或者你是一个外国人学紧普通话的，你对拼音呢是有基本的认识。第二呢就是你对国音呢，即是台湾的国音呢， Mandarin 即是我们所讲的国语啦。咁国语同埋普通话是有少少分别嘅，因为除咗政治佢哋台湾同埋内地佢哋有分别之外呢，其实佢哋嗰个发音嘅方法都有少少分别嘅。咁呢个就係国语 Mandarin 呢佢个注音，台湾嘅注音方法。第三呢就係大家对中文字有少少嘅认识。咁对于我哋香港人，我哋係识写中文字就绝对冇问题啦。但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，你是学习紧呢一个嘅拼音，咁你又听得明我而家讲嘅广东话，因为我有个英文版本嘅，咁啊俾外国人去听嘅，就会知道中文字你要有少少嘅认识啦。我哋先可以学到拼音之后放嘅方法咧，喺 Windows 7啦，或者喺 Windows 10里边啦，系输入一啲中文字嘅。事不宜迟，我哋睇睇呢个表。呢个表咧就系我将拼音同埋国音啦，系列成一个大表啦。我分开咗啦，等大家知道咩叫做母音啦，啊或韵母啦，或者系声母。咁韵母同声母咧就系等于我哋英文里面嘅母音同埋子音嘅啫。咁我哋睇睇所有嘅发音系点样。我用一个圆圈啦，圈住我发嗰个音标嘅时候啦，等大家知道我发音嘅时候咧系边个音标。咁我哋而家开始啦，波坡。摸佛的车呢了个可和机器西知吃诗日滋吃诗。我头先发嘅呢一扎嘅音呢，亦即係等于我哋所讲嘅声母啦，亦即係等于西方文字里面我哋叫做一个子音㗎。咁后面嗰啲呢就係母音，亦即係韵母㗎。一乌鱼啊哦哎嗷哦安音安嗯喂 you, in, ye, yue, yue. OK, 咁我又发晒所有嘅声音啦，就係、是、韵母同埋声母嘅声音啦，大家都可以听过㗎。咁我哋点样去入一个中文字，利用拼音输入法啦。咁拼音输入法记住，如果我哋入个波字啦，当我转咗拼音输入法之后啦，我入呢个波字啦，我哋就会入 B 啦。咁如果我入波 R 巴啦，就係 B 同埋 A 㗎。波 R, 咁 B 同埋 A, 咁就係波 R 巴啦。我哋录到呢个波 R 巴啦。咁波 R 巴我哋喺个汉语拼音里面啦，就会有四个音。汉语拼音有四个音啦，就是平上去入四个音啦，就是巴巴巴巴，咁就有四个音啦。咁喺四个音里面，当我哋去用呢一个拼音输入法，你就可以揀呢四个音里面嘅是但一个字。咁但问题我哋点样去当呢一个嘅汉语拼音输入法落我哋嗰个 Windows 7或者 Windows 10里面啦。呢个系我部机里面嘅 Windows 10嘅设定。你会见到喺右下角啦，呢、这个有一个 ENG, 呢个就係个输入法。而家我觉得呢个输入法呢就会系英文啦。当我按落去嘅时候呢，你会见到我装咗有速成输入法啦、仓颉输入法。咁呢两个输入法啦其实真系仓颉输入法嚟嘅。
嘅入法可以入到用倉頡輸入法可以入到中文字啦。我亦都裝咗個 VIE 嘅輸入法，即係個越南文嘅輸入法，等大家可以入到粵文啦。ESP 嘅輸入法可以入到呢個西班牙文啦。亦都裝咗一個叫做 Chinese Simplify China Microsoft 拼音嘅輸入法，咁呢個亦即係我哋今堂要學嘅拼音輸入法。咁如果你係未裝嘅話，你應該點做呢？我哋撳一撳下都係呢個 ENG 啦，跟住我又撳一個叫做 Language Preference 啦 ，Windows 10裏面嘅 Language Preference 啦，我哋就可以開到一個 setting set 翻個 Language Pattern 嘅 setting。你見到而家咧就開緊 Language Setting 嘅 Preference 啦。咁當我開咗個 preference 之後咧，佢就去咗 region and language 咯。咁我就喺下低呢一度啦。如果你褪落下低啦，你就會見到我裝咗係拼音嘅輸入法，即係中文中華人民共和國，即係 Chinese 拼音嘅輸入法。如果你未裝嘅話，你應該見唔到呢個嘅。嗱，我 click 落去啦，然之後我 remove 咗佢，即係當我未裝呢個拼音輸入法。而家我點樣裝翻嗰個拼音輸入法啦？嗰、那個做法就我會撳一撳 add a language。等一陣，喺個 Add a Language 嗰度啦，我就可以喺呢一個嘅位置啦，係 scroll 落下低啦，你就會見到一個叫做 Chinese Simplified China， 亦即係中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呢一個嘅輸入法，我就揀咗佢啦，然之後撳 Next， 撳咗 Next， 等一陣佢出現呢一個畫面啦，記住呢個畫面啦，我就揀翻 Set as my window display language 呢度，我係 uncheck 咗佢，因為我希望我 display 嘅 language 係英文嗰個 display 嘅 language。如果你著咗佢嘅話咧，下一次你開機咧，你嗰個 window 咧就變成中文嘅 window， 所有 icon 都係中文，我就唔係睇得太慣啦。因為有啲英文嘅 terms 就我睇唔慣啦 ，region and language 所以唔知譯咗做乜嘢，所以我就轉咗去做英文。所以你記得係識咗呢一個就保留翻喺英文嘅 display， 即係個 window 係英文啦。但係個輸入法就可以加咗呢個中文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個輸入法，咁然之後我撳 install， 咁當你撳 install 嘅時候啦，下低你見到呢一度咧就係 install 緊嘅，咁我 install 嘅過程我就會飛咗去啦，唔會俾大家睇啦。下低又會有一個叫中文簡體本地體驗包，即係個中文輸入法、拼音輸入法已經裝咗啦。我哋可以試一試嘅，入翻少少嘅中文字去試下我哋個拼音輸入法啦 ，O 唔 OK？嗱，我开翻个一个 Microsoft Word 啦，咁呢个 Microsoft Word 啦，就我喺里边咧，就假设我想打几个嘅中文字，例如呢几个中文字，英国和中国，嗱，记住，当我哋入拼音输入法，你记住咧，系你要识得嗰个拼音，你先入到嘅，咁所以拼音输入法有个优点就系你学紧普通话嘅时候啦。你嘗試用拼音輸入法去入中文，唔好用倉頡。就算你好似我咁識倉頡，我都唔用倉頡，我用拼音輸入法，等我可以知道嗰個正確嘅漢語拼音係點樣拼嗰個中文字出嚟。你如果正確到拼到嗰個音出嚟啦，你就應該用拼音輸入法入到嗰個中文字，亦即係你另一方面可以學到點樣去正確去拼嗰個音出嚟噶啦。下低咧呢度我就喺 click 落去啦，然之后我揀返呢个 M 啦，即係 Chinese Simplified China Microsoft 拼音。我 click 咗落去之后啦，而家嗰个键盘啦，下低你见到个键盘系写住中啦同埋 M 啦，即係已经系变咗拼音输入法。咁如果我要拼呢个英国和中国，咁我点样拼啦，我就会打 Y 啦，就係代表 E 啦，跟住 ING in 啦 ,EIN,IN。in 咁又有读到英国啦 ，in 啊 in 啊 in 咁我又 click 落去，咁就打咗个英国 in 呢个字啦，果咧就系孤乌哦过喺孤乌哦过，咁就孤乌哦过过果啊，你会喺下低个表里边啦，你可以拣到第一音或者第二音，果字系第二音啊，英国果字系第二音，咁我就 click 落去啦，咁就英。果和啦，和和平系咪？和咁呢个就和中，中就系朱翁中，咁就朱翁中啊。朱就系 Z H 啦，喺个键盘度入嘅时候 ，Z H 啦就会入到朱咯，咁所以系朱翁中。当你揿 Enter 或者你喺用个 mouse click 呢个咧，就系中果，亦都系一样啦。g u o 过过果。咁又可以 click 落去，你会发觉咧，你就可以好容易啦，
係用拼音啦，去入到呢幾個嘅中文字啊！如果你成功用拼音入到呢個精幾個中文字啦，即係代表你嘅漢語拼音，亦都係普通話嘅拼音啦。你開始明白啦。你如果學緊普通話，跟住你用拼音輸入法入到呢幾個字，你就可以啊！我原來我普通話都開始有啲成就喎，開始明白之後點拼啦。咁好多時你去考試嘅時候啦，佢會寫呢啲中文字出嚟，跟住叫你寫翻個拼音喺上高。咁當然你識寫個拼音喺上高，即係代表你識用普通話去發音啦。嗱，我哋睇睇點樣去做埋個音標喺上面啦。咁我 highlight 呢一堆字啦。嗱，當我 highlight 咗呢堆字之後啦，如果你行緊係 Microsoft Word 2016嘅話啦，咁你 highlight 咗呢一堆字之後，上高呢度有一個掣嘅，呢、這個掣啦，當你 click 落去寫字 phonetic 街啦，咁你 click 落去嘅時候啦，你會見到啦，佢就會顯示一個表啦，就曬嗰啲漢語拼音。呢、这、一個咧漢語拼音，我而家用嘅係12啦。12嘅意思就係呢啲拼音字咧，就會擺呢個字嘅上面啦，而且個拼音字嘅大細咧係12噶。我而家呢個字咧，嗰、那個大細咧係24噶。咁當我撳 OK 嘅時候咧，你會見到個漢語拼音就喺上高啦。咁你除咗可以打到呢啲字之外咧，可以喺度順便咧去學講呢個普通話、英國和中國。咁下一堂咧，我就會教大家咧點樣去入。啊 ，ball，ball，more，four，dirt，turn，a，love， 咁你見到而家咧喺呢個位置啦，咁我就會入咗一啲波字啦，即係用波字去拼下低嘅字啦，譬如 ball，e，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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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，boo，ball，a，ba，ball，ball， 如此類推。咁下一堂咧就知道就詳細啦，去教大家 ball，ball，more，four 同埋其他嘅韻母嘅配合，令到你可以拼到某啲嘅字。主要下一堂我就会集中喺四个声母嘅发音，就係 ball，ball，more，four 嘅。咁今堂呢就教到呢度啦。Adio，hasta luego，再见。